珍馐美馔在于味，也在于形。剧中苏月华便参考辋川图临摹本以及精湛的刀工，完成了一道惊艳四座的辋川图冷盘。辋川图是唐代王维所作的丹幅壁画，代表了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超高水准。苏月华和一众上食局女官女使用各种果蔬蒲肉雕刻出山川溪流、茂林修竹、亭台楼阁、文人墨客，摆盘时至臣不使皆巧思。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，姚子衿将如何应对呢？咱们下期见分晓。